乐高，要来组起来，然后放在我的乐高小城市里面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咯。好，那么我们先开封。好，在这里拿出美工刀，把这里的胶带弄。旁边是不是还有？没有，要拿开。好，打开了。没有这么多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就这样，那么多。这里还有一个胶带，把它撕开了。其实它们包装也不错，大的、中的跟小的，它能倒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打开封，然后做分类。美工刀收起，真的被吃到。贴纸放旁边。最后一包，要小包的。小包的好难开哦。算了，那你。制作方法，这次的说明书是这样子，还有另一面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开始照着它上面这样组起来。Thank you.
组合乐高，这就是完成品，大概长这样。然后背面，这就是室内大概就长这样，简简单单的。然后侧面，这个是可以跟别的接起来，变成一个商业街，就这个地方。然后这里要连接到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凹槽，然后把这个插进去之后就会合在一起了。嗯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的话，可以在下方按个赞、订阅及分享。那么我们下回再见，大家拜拜。